这是我们江北县渝北区瑞丰水上住的是嘉阳县。哎，那天那个管管住了哪都不拿起走，310个人。你看嘛，那个假的，那个是真实的哦，我都是那个小区的哦。那都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那都是住的假东西，你看嘛，哎，完全是假的。所以说不要相信做核酸，那个完全是污的污棒。你看嘛，那个把政府办公室的人也不来，哎，公安局的人也不来，哎，等到来解决嘛，看哪个解决，哎，都是那个一回事。来看嘛，哎，你们那些抖音里头的互相看嘛，那是真实的，那不是假的。有些人不相信，是网上发的。你看嘛，我们小区的刚刚住了，我们晓得哪里头的去捡起来的，看嘛的。那个确实真实。那好多人去捡起来的嘛，看嘛的，真实的。那是我亲自去的，看嘛的。不是，别个拿过来。我亲自去的，看嘛的。哎，我亲自去的，看嘛的。哎呀，看嘛，好多人。我们所有的小区业主全部吃完了。那个老头老太婆吃看到了，在垃圾桶这边的捡起过来，看嘛的，看嘛的，哎，哎的，看嘛的。完全是什么拿起钱那罐头就不晓得闻出好多羊水，现在完全是什么哈不一样都一样，哈不说不一样都不一样了。